我们被称为鹰的子民。看啊，当初你如何的把我们背在如鹰背在你的翅膀上，飞越过红海。主耶稣，谢谢你把我们带回阿爸天父的家，我们得称为永生上帝的儿子。神的儿女，你怎么样训练老鹰、小鹰，你就怎么样训练我们。你搅动那个巢穴，把我们从安乐窝之中搅动下来。我们要向我们的父亲，向我们的阿爸天父，有那属天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就是那鹰的生命。The eagle's life。总是在暴风中兴起，知道怎么样随着圣灵的气流上旋，如鹰乘着气圣灵的气流上旋，张开窗子，驾乘属灵的高处，展开双翼，在圣灵的气流里面翱翔。如鹰一般锐利的双眼，有属天的洞察力，是能够把蛇蝎是能够制服蛇蝎的。鹰的爪伸出来的时候，直接就攫住了蛇的七寸。鹰的嘴戳下去的时候，鹰的啄子尖锐猛力戳下去的时候，那个蛇的头就被戳破了。看啊，你手中拿着大卫家的钥匙， The key of the house of David。That is the kingdom of Yeshua. That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大卫家的钥匙就是那要来永永远远在耶路撒冷做大卫家的宝座的永永远远的那一位，那个王权。那个权杖都赐给你了。看啊，耶和华是谁呢？耶和华看啊，就是那战场上面有人有